多少钱？一个亿。多少？我交流会里淘古董到底有什么合适的？这个不错。哎，哎呦，大美，哟，松林哥来了两天了，这是你的？啊，我的，我的。那行的，这多少钱啊？你要少点吧。多少钱？一个亿。多少？3500啊，好，3500块钱。吓死宝宝了。是全品吗？大郎来了多样的。我可不是大郎，我是眉毛。携亲访友，晚清的东西五彩。都是开光的。这边是教子读书。老子教书。嗯，啥开门？全品是吧？开光了，长得相当复杂。能不能便宜点？这么着吧。到年底了，我这拿来了，给你当然你要了啊。到时候你说，回个本就得了，给我3200块钱。哎，看不到这么多，算了吧。这个今年我最后一次拿出来，我只能给2000，差不多了。兄弟，就是管你要，我要3500，跟别人你说我要多少钱吧？这东西少了4000不出的。你刚才跟我要一个亿呢。一个亿，不是便宜点，真的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这个你保个本吧，我也知道这个啊，甭管钱了，保个本。保本，你给我2800，2800对吧？2100，啊，不行，2000，别在那上面打滚了。2100，咱俩都牛，来不了，赔钱，赔太多。哎，那只能放弃了。这个你。卖2500，我也就这样了。这真2100，真差不多了。你咱们也得加点，这不行，这个真不行。2150，咱们别再2000。2200，你给2300块钱。又2200，就2200，能行我就行，不行就算。赔钱，真赔钱。2200，咱俩在一块儿。走吧，哎。打包我不管了，对吧？行，我直接拿走了。哎，漂亮！2100，赔点吧。一点他们都没有，我看你人物这儿两边画工的，真的两边有。光绪五彩双开窗，然后人物，教子读书，携亲访友，小味儿。店里真给我2600，没卖过。行，那就感谢松林哥方乐。没事，哥们儿。